因为觉得今天很有意义，就是在2023年的第一，对，就是想有一种仪式感。想在元旦的第一天有新的开始，是我来陪他一起看这个升旗。啊，感觉新年第一天，感觉一个特殊的日子、就是。然后让祖国见证，就是以后的美好。因为我们就是每次过年过节都会来，然后就是感受一下过年过节就不同的气氛吧。这次因为是新年嘛，所以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迎接2023年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是感觉跟之前国庆呀，然后劳动节的时候过来看升旗都感觉不太一样，今天就感觉有一种万象更新的这种感觉。希望2023年艺考顺利，高考顺利。哦，我想暴富，学习要进步。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，然后能够开心快乐，然后家人都能平安。我的愿望，让他的愿望实现。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。对，我也是希望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刚毕业参加工作嘛，所以就是想说自己就是扎根自己的工作岗位，然后和大家一起建设美丽中国。